你来干什么？咱上次在医院的时候不是商量好了吗？你跟建平离婚，离婚我随时都可以去。然后分30万给我们。我一来就打听好了，你们家光地啊就好几百亩，这得多大的家业呀！问要30万，真是便宜你了。家业，有多大的家业能扛得住这种赌徒啊？你甭跟我哭穷。 我今天又不是来借钱的，我是来要回我们建平那30万家产的。建平，以后我爸就回来了，你就忍心让我爸生气吗？燕红，你先回去吧，要不我陪你回家。来来来，看看啊。 这是周建平亲笔写的欠我30万的欠条，你是他老婆，你替他把钱先还了吧。还上了，我立马走人。周建平，你就是个人渣女！我不想看见他，你快点让他走。哎呀，燕红，你先回去吧。 一会儿我老丈人就回来了，回来就麻烦了。回来正好呀，回来正好我找他说道说道。你说啥呀？有什么话咱到外边说去，行不行？哎呀，你别跟我说这个，上那边说的那功夫我们都在这儿把这事儿说完了，是不是？你只要把钱给我，我就走。你不把钱给我，我还就不走了，那我就告诉你，我就是不走。求求你了，你给我点面子行不行？我就不给你面子，我干嘛给你面子？我只要钱。你怎么这样呢？你这不折腾人吗？你们都别闹行不行？周建平，你不要连我还要脸的。 你们都出去，给我出去！走吧，燕红，你跟外边人都看着咱呢，多丢人呢！你怕丢人，我还怕丢人呢！我告诉你啊，大伙都来看一下啊！还在欠钱不还，丢人！你说大哥，我评评理，你说大哥来看一下！快走吧，快走吧！我天哪！咋的了？怎么了？咋的？找家了？现在你就麻烦了。哎呀，我不走。 走吧，哎呀，别！咋的？你是谁呀？我是他女儿。哎，你可不要脸的！你骂谁不要脸呀？我从外地来，咱怎么能不要脸？要脸还是你啊！你再给我比划一下，一会儿我揍你！我就比划怎么了？你打，我揍你！你打，我揍你！你还有脸打人？你给我出去！好，好，起来！爸！ 爸，爸，我求求你了！你奶奶个的，都玩人，他妈的回来的！你闹出人命了！孩子哭了，别管我们，就管孩子。奶奶个孙子的，回来我就砸扁了你们！你们都他娘的看啥呀？都走，都走！
这个是一些种子销售网点的联系方式啊，还有这个无公害杀虫剂、杀菌剂哦啊，你给他们打个电话都问一问。行，因为咱们这个土地检测只要一通过，咱们就得买种子了。好好好，嗯。哎爸，奈崔怎么好几天没来呢？谁知道啊，我让他来，他说他有点事出去了。他手里头不有好几张该下账的单子吗？哎呀爸呀，我拖都拖不来啊，我估计啊就是因为买那个建筑材料的事儿没脸见人了。大嫂可能是怕咱们追他要那3万块钱。怕不行啊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。那这样吧，那个钱啊就从我的工资里边扣就行了，行吧？行吧爸。行。大哥，其实我也不是非得追着大嫂要这钱，但是你看，咱既然成立了农场，咱都是法人，咱就得按章办，是不是？对，公是公，私是私，一码是一码，该扣就扣，要不然稀里糊涂哪能行哎？这个账上的钱就是账上的，我同意你说的，那就慢慢从你们工资里往外扣吧。我完全理解，该扣了你就扣。好，爸，一会儿那个省里不是来人检测咱们那个无公害地的种植指标吗？啊，我去接他们，接完他们我就去地里了啊。哎，这是个大事儿，你带招弟一块儿去，一路上不还能沟通沟通感情吗？我跟秋玲都说好了，秋玲过来帮忙。干啥又找秋玲哎？人家秋玲不是有经验吗？再说了，那些检测的人员他都熟，这不好办事儿。你哪回找秋玲都有理。我跟你说呀，你这个事儿别叫招弟知道，叫招弟知道，人家能没想法吗？那玩意儿啊。知道了啊！一整就找秋玲，一整就找秋玲，那秋玲也乖，啊找他就来呗。你说这事麦子长成这样，这块地的品质应该还是不错的。是啊，这块地是我特意留下来的。亲，那我们抓紧时间去。哎，好，那麻烦你们了。中午啊，到镇上去订桌饭，别让人家走了。哎，我用你的钱，是我请他们来的。刚才不是还看了我们家地吗？不是，那多不好，这主要是为我的事儿。你拿着。哎呀，别磨叽了，让人看着多不好，快把钱收起来。去了。没。怎么回事？你俩咋又回来了？站住！这怎儿的？还想挨揍啊？大叔，您打吧，这次啊，我保证您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还有，没有钱我是不会走的。啊，对了，我跟建平啊，在村口租了间房，这白天没事啊，我就给您看看孩子啊。哎，我哎爸，您别上火，我劝他了，他非要来，我也没办法，他是城里人，在这待不惯，过不了两天就走了。闭嘴吧你呀！你想让我在全村面前让我丢人呢？你赶紧把他给拉回来去，快去呀！亮虎。
干啥？你说我干啥？啊！陪我！不是，你赶紧走吧，别给我找麻烦了。走。我。孩子乖啊。念华，来来来，把孩子给我。你离我远点！陪我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再过来，孩子摔了我可不管。别别别！呀，你别折腾了。我找事儿，找事儿，这是。你帮孩子做啥呀？你给我放下！你什么事实？你放下！你不放下我走！你再过来把孩子丢了我不管！我，哎呀，我不服啊！妈呀！你这不是我看着我出事，我就宰了你！我都，你个祖宗啊！二位，咱们一会儿去吃个午饭啊！不了不了，我们还有事儿。别呀、啊，也尝尝我们的农家饭，你们在城里肯定吃不到的。真的不了，我们下午还有个会呢。不是。你这忙活大上午了，你这个不吃饭就这么走了，我那心里过意不去啊！啊，不了不了，真不了。不是，那边已经都准备好了。不了不了，真不了。那谢谢你了。啊，没事没事，咱们以后再聚。好，哎，谢谢啊，谢谢啊。好，慢走慢走。小玲，来，你装啥呢？你在这儿？啊。这走啥呢？你还嫌家里不闹得慌啊？你越来越不长记性了，你！你看那个建平领着那个骚货在那帮你哄豆豆呢，这穿出去，你不让邻居笑话呀你啊！你能不能不说了？完蛋你玩意儿你！家家不管你，孩子不哄你，跟个野男人在这儿你！什么玩意儿你？哎呦，你可算出来了！你要再不出来，我就进去找你去了。什么事儿？赶紧说吧。去海南的事儿嘛。我这两天看了看天气，那边特别热。我是来告诉你，多带几套凉快的衣服啊。机票让我撕了，我不去。啊？撕了？林辉，你自己去吧。啊，要不你带别人一起去。去海南就是我要跟你一起去嘛，你不去我去有什么意思吗？再说了，我一人孤孤单单的，你又不怕我跳了海啊？别瞎说，你跳海还用得着跑海南去？三村就有条河，你直接跳了吧。赵静，你不知道，你说你想要去海南，我有多高兴，我订机票订酒店，我查了一周那边的天气。你说一句不去了就把票撕了。你太让我伤心了啊！没事，我回去了啊。哎，还有事儿啊？嗯，还有个事儿要跟你商量一下，就是你重回美发店上班的事儿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赵弟儿，分店现在运行的不好，你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我俩创建的这个局面就这样完蛋了。再说了，广州最近有一个美发的交流会。我想去看一眼，你帮帮我呗。那好吧，我就临时帮你几天。哎，以后的事儿我还没考虑好呢。哎，那说好了啊，你这次可不许反悔啊。哎，那你能透露一下你哪天回来吗？你好让我有个盼头。你别高兴得太早，我得征求一下我公公的意见。他都不是你公公了，你干嘛非要这样啊？他救过我的命。他就不是公公，也是我爸啊。那这样，求李大叔，李大叔，李大叔，求李大叔放慈悲，放了你啊！行行行行行，我等着你啊。你们现在还不走吗？家里是真的没钱了，你们快点办吧。看着办，那你管我们干什么呀？建平，咱俩现在就走，去民政局办离婚。走啊！我不去。想啥好事儿呢？还没弄懂程序是吧？先还钱后离婚。
说这是咋的啊？想咋的？你们俩还要点脸不？赶快滚，听见没有？大叔，你白活这么大岁数了。你这30万要是不还的话呀，我就有权把你们这房子收回来。你们现在住的都是我的房子，我宽宏大量，不跟你们计较，你们还来劲了？你就是放屁！你不信，咱可以去法院呀！你再跟我说，我就揍你！爸，别跟他们吵。你看，还是你姑娘识大体。你帮我看一下豆豆，我去县城办点事儿。我来。你给我滚一边！我他妈踹你！你再不跟点上！踹死你！升！哎，这边高一点，右边高一点，升！啊，再高一点点！哎，好。秋莲，你怎么来了？秋莲，忙着呢。哎，你来，过来看一眼。怎么样？挺好的。哎，这老吴家改成老李家了，没意见吧？没意见，我能有什么意见？哎，对了，我让你看看我做的设计方案。装修好以后啊，跟以前不一样了，超市模式，所有的粮食全都编上号，客户一进来，一看啊，一目了然。跟你说话呢。好，挺好的。哎，问你点事儿。我听说建平和那女的在村里租了房子同居呢。啊。还啊？你怎么跟没事人似的呢？你就不觉得你自己受委屈了？不是我批评你，你说你平时干活挺有闯劲儿的，你怎么一遇到建平这种感情上的事儿，你怎么就变得那么窝囊废呀？我能怎么着呀？他们死赖在家里不走，报警啊！给他们轰出去。那个女的手里拿着建平欠的30万的欠条，非逼着我帮建平。公安局的来了，能管这些家务事儿吗？那女的还说，这30万要是还不了，就把我们家房子收了，把我跟我爸都赶出去了。呸！臭不要脸！不是你对建平还有什么留恋的呀？干脆这样，你跟他离婚得了。离了婚以后，我看他和那女的还有什么理由赖在这儿不走。关键这钱要还不上，他不让我们俩离婚呀。真无耻！豆豆在家，我有点不放心，我先走了。你忙你的吧。哎，秋莲，你别再这样了，你就不要再做傻事了。你现在再这么干，你是在用你的善良滋养他们的邪恶，你知道吗？这样好不好？我给你出个主意，多搜集点建明和那女的出轨的证据，然后我帮你找一个律师到法庭告他们俩，告他们俩出轨，然后联合诈骗。赵斌，你千万别啊！建平是孩子的爸爸，我总不能让孩子有一个有案底的爸爸吧？等我的孩子长大了，他要是知道他妈妈还把他爸告上法庭了。那你想想，这孩子心里得有多难受啊！行，不说这个了。哎，我带你进去看看。哎，走，哎，钻过来。不，小心低头。小心。哎，你看这牌子。你忙你的吧，我走了。问嘞，今天这个检测结果怎么样啊？出来没有？哎呀，爸，您别急，没这么快。人家说了，
一有结果马上给我打电话啊。对，我现在科学不就快吗？那也不能这么快呀。爸。啊。我跟您说个事儿啊。啥事儿啊？林辉那个分店不是开业了吗？没人帮他顶着，他想让我回去帮他几天忙，行吗？好马不吃回头草啊，人都走了还回去。你说的就不对，这个人这辈子就愿意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儿，要不然他省得后悔。去吧，爸同意。爸，你越来越开明了，我进城给你带礼物回来。哎呀，到我这个岁能有啥喜欢的？只要你们过得好，这比啥都强。哎，你就得说到底要啥。真给我买啊？实在要买，就给你过来神买个羊毛衫儿。我看城里老太太穿的成精神了，好看，买个新鲜的，走。明白。哎，爸，啥意思这是？我的意思你不明白，只有人招弟明白。啊，嗨，我明白了。哎，羊毛衫这钱我出了啊，给爸买好点的，行不行？你不用你，少爸好不好？刷碗去，别老叫人招弟忙活。这羊毛衫钱我出啊，你出你得刷碗，去去去去，刷碗去。哎哎。不是，你这个，你这都刷了。你不帮我刷呀？我帮你，平时我干活的时候你帮过我吗？我刷了。我这怎么爸怎么了？你看合起伙来折磨我。说您呢啊！您这怎么能同意招弟回纸美发店上班去？这不等于放虎归山了吗？儿子，我跟你说，牛不喝水不能强按头。你跟人家已经离了，人家招弟对咱们家奉献够多了，再叫他为咱们家牺牲人家自个儿的事业，爸张不开这个嘴了。哎呦，真是。看来啊，我还是没有那个美发店的魅力大呀。哼哼，人家干人自己喜欢干的事儿，那当然高兴了。当初我逼着招弟从城里回来，我不就是怕你在农村，他在城里，你们俩婚姻出问题吗？那谁成想你他回来，你们俩又离了，这玩意儿啊！你别看他回城里去了，不一定像你说的什么放虎归山，你多关心关心他。把他放到心上，问寒问暖点儿，大事小情哄着点儿。那法律上写杀人偿命，哪写的哄死人偿命嘞？还是你不会来事儿。哎呀，我就担心呐，这一让他回去啊，他的心就更回不来了。那倒不一定，我刚才不说了吗？距离产生美，哎，老在一块还腻歪着呢，勤联系，勤沟通，勤关怀。他一感念你的好，一寻思这个那个哪个也不如你对他好，这是最关键。你听没听明白，儿子？啊？嗯。那不就回来了吗？哎，行，说不定。你早点歇着吧，啊。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回来上班了。昨天林哥去广州前啊，还说给我们准备惊喜呢。原来惊喜就是你啊！啥惊喜不惊喜的呀？哎，你们最近好吗？好是好，可是自从你走了之后，店里就没以前那么热闹了。辉哥也死气沉沉的。嗨，有啥可死气沉沉的？那咱热闹点啊！小鱼，把音响打开。哎，一会儿咱们再把咱们小屋好好收拾收拾啊。好，快去。
定给你搞个盛大的欢迎仪式。别闹了，店里正是用钱的时候，还不知道省着点花。哟喂，知道给我省钱了，好事儿啊！一边去啊！谁给你省钱了？我是给咱们美发院省钱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哎呀，你在店里我就踏实了。那这一星期就拜托你了啊，我一星期后回来。好，放心吧啊。哎，爸，开门！敲什么敲敲去？外人啊，不知道咋开呀？没锁呀。妈，哎呦，我怎么还擦上地了呢？来来来来，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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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我给我给我，哎呦，你这大热天的，爸，你猜我给你买什么来了？看看啊，打开你看看，爸，你看不看？爸。剃须刀三个头的可好用了，爸，你看看这特，你试试，你看一眼，不理我是吧？不理我可走了啊！我这次走，就算你想我，我也不回来了。你这招对你妈管用，对我不管用。这回不是管用了？我要不这么着，你能跟我说话吗？你给我吧，行了，别擦了，大热天的，歇会儿，歇会儿。爸，知道我错了，您就原谅我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还再也不敢了？还想再离一次婚呢？不是。离婚这么大个事儿，跟你爸连个招呼都不打，你眼睛还有没有你爸了？因为啥离的婚呢？真就不能在一块堆过了吗？你知不知道女孩子出一家进一家有多难呢？你啊，我这辈子有您，有我哥，我嫂子，就足够了。净说啥话？你能跟你爸过一辈子？你能跟你哥跟你嫂子过一辈子？我能。能个屁！你能，我烦你。我不管，反正我这辈子就跟您这儿死耗着了，就在这待着，就赖您这儿。还成了赖皮蝉了，这，哎呀，真是个赖皮蝉。就是赖皮蝉。拿过来吧。你看，可好了。是在地摊买的，怎么就在地摊上买的？在正规商场买的，还有发票呢。你看，看，是不是？轻易吧，不能离婚。婚姻吧，还是原铺原盖的好。这刀好用吧？你别打岔。少华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你这么长时间不联系我，难道你就不想我吗？好吧，你不想我，我想你。艾玛，哦。知道了，
哎，哥，韭菜干嘛？给我包饺子啊？对，给你包饺子。<笑>你猜猜今天啥日子？今儿周末，我休息啊。再想想。今儿休息，明儿就上班了。废话。哎呀，连个人生日都不记得了。今天是你的生日吗？ 爸，嗯嗯，<笑>你对我真好。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了啊，记性不好，每年我生日你都没落下过哈。<笑>这世上只有儿女记不住父母的生日，没有父母记不住儿女生日的。哎呀，你别冤枉我啊！每年我可都记着您生日呢。你记不记得我都不怪你。一会儿跟爸上市场去赶集去，嗯，买点好吃的。 好，给你二哥艾草改善改善伙食，正好你回来了。撮合撮合他们俩。他俩咋的了？跟你一样也离了。不是，我二嫂那么爱我二哥，他怎么可能离婚呀？谁说不是呢？我之所以把你二嫂留在家里呀，我就觉着他俩很有感情，有一天还能悄悄的复婚。你二嫂离婚这个事儿。 少华，少华，过来，大嫂，大嫂。 我家来了哈，你说这一离婚，也不能断的这么干净啊，是吧？大嫂，刚才去爸那儿，门都锁上了。哦，少华去哪儿了？我哪知道少华去哪儿了？他又不跟我汇报。哦，那，您先忙着，我再去找找。哎呀，别去找了，见了面也许更伤心。我和少华离婚，肯定是把爸气坏了。 我都没脸见他老人家。哎呀，要我说呀，还是我家少华都不懂事儿。你说放着这么一个好婆家，他守不住，这不，又让那个秋阳给迷住了。秋阳？哎呀，我还是告诉你吧，要不然你早晚也得知道，这少华啊，又跟我舅的儿子秋阳好上了。 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我哪知道是啥时候的事儿啊！反正这孩子都怀上了。江凯，你还是对少华死了这份心吧。怀上了？少华都怀孕了？说的是啊，你说我都愁死了。要是秋阳不跟少华结婚，少华可怎么办呀？江凯。 江凯，你没事吧？大嫂，我先走了。哦。哎，要不你进屋喝点水儿。<笑>
来来来，吃水果，孩子，这都是进口的芒果，你吃，太客气了。喝水呀。哎，好好好。你知道你小的时候，哎呀，真漂亮啊！这么大的时候跟你凯凯哥你们俩玩的特别好，你看现在大学都毕业了，真快呀、啊。哎呦，回来了。妈。哎，来，凯凯你过来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。啊。这是小齐，这是我儿子凯凯。你赵叔叔家的女儿小齐，大学都毕业了，现在啊都考上国家公务员了。你好，那你们俩先聊着，我上去了。哎，凯凯，你替妈呀陪会儿小齐。我呢前两天买了个电熨斗，好像这个有点质量问题，我去换一换啊。哎，你多在这待会儿啊。好。哎，小齐，你呀，把这当成自己家啊，多待会儿。哎，我知道了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好的。亚足所因为是停赛，被23号安布罗斯尼取代，其他队员跟上一场第一回合完全一样。完全一样啊！我们来介绍一下国际米兰啊。是有几个位置上的明显变化，本田威佑的一个回球。哎，你喜欢看足球？对啊，男孩都喜欢看足球。我也喜欢足球，我知道很多足球明星，像C 罗。江凯，你还是对少华死了这份情吧。反正这孩子都怀上了，这少华啊，又跟我舅的儿子秋阳好上。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？你是不是早就想离婚了？对，我早就想好了，早就想离婚了。你喜欢哪个球队？西班牙。啊，我也喜欢西班牙。来，少华，咱俩再喝一个。好，我祝你越来越美丽，越来越迷人。谢谢二嫂，那我也祝你在你的美发事业上，然后能闯出自己的一片小天地，然后每天都开开心心的。来，谢谢你，少华，谢谢你一直这么支持我，我特别感动。来，喝一个啊。哎，爸，看见没有，人家这俩厉害啊，喝汽水能喝到喝酒的那个境界。幸亏没让喝酒，要不今天咱俩就伺候这俩酒鬼。行啊，放松放松吧。在家放松比在外边放松强。吃饱了没有你？饱了。饱了咱俩走，让他们姑嫂俩好好见面见面。啊，哎呦哎呦，慢点慢。妈，你这点不是点啊。没少喝，来来。多了，喝多了。慢。慢点啊。二嫂，你跟我二哥的事儿，我都听咱爸说了。你说，你都坚持这么多年了，你怎么就不能再坚持下去呢？我不管啊，我不愿意让你离开这个家。二嫂，你答应我，你永远也别离开这个家，行不行？说什么傻话呢？我只能答应你，永远做你的姐姐。二嫂，我二哥他就是个白痴，天下所有男人都是白痴。咱爸也是男人啊。那当然，除了咱爸。好，所有男人都是白痴，啊，咱俩干一个，来，干一个。二嫂，我跟你说吧，这男人啊，永远也不知道这女人心里想的是什么。而且大多数啊，还都挺自以为是的。你说的太对了，少华。啊，咱俩再喝一口，再喝一口。又干了。我也干。等你生完孩子，咱俩喝酒，喝饮料不过瘾。可不是嘛，今天要不是咱爸跟我二哥他拦着，
那早就换酒了。不行，一切得以孩子为重。什么破孩子呀，来的真不是。别说傻话，你知道二嫂多想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呀。二嫂，不好意思啊，我……哎呀，没事儿。要不你再喝点儿？不喝了。你累了吧？回屋歇着吧。要不今儿我跟你睡？行，一起睡。一起睡。相知两温馨，情。